大家好，我是王子文，也是孟浩天。我是金汉，也是冷思明。下面需要你快问快答，用不同的表述方法回答好吗？第一，当你得知对方更爱你，你的反应是？三二一。爱我？这个吧。哈哈哈哈。冷先生。看看人家不相信啊！我应该是这个吧，这个吧，我应该是这个。那为什么选这个表情包呢？两位？从我这心态来讲吧，就是不敢相信，不敢相信。我真的假的？你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。我们俩这么亲，天上脸。我简直觉得，情理之中，情理之中。有这个劲儿啊！有这味儿了。是有的啊，因为我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他就因为喝酒被我给灌倒下了，就直接喝昏迷了，晕过去了。他没想到我这么能喝。当你们吵架了，三二一。吵架了呀？吵架了。吵架了。原本困难的生活雪上加霜。对呀、啊，都不在家了，一吵架更见不着人了嘛，对吧？咱也没怎么吵过架，没吵，其实没怎么吵过架，但是马上就要吵上了，嗯，基本上没有，基本上以甜为主。当对方第一次为你做饭，但是非常难吃的时候，你的选择是？你拿我的选择？这个，就是他做什么我都喜欢吃，对。但这个表情吧，不是你给我做砸了，有点隐忍的意思。他做砸了，没有，我是这个头。那你是谁做饭？他用我，你做。我做饭，你做几个？我俩反过来了。对。但他不会做饭，第一次做就是这个菜，把我厨房给我弄得一团乱，粥都糊了，粥都是黑色的。不是家庭主男。实在配不出来了，那我就这个吧。但是这个我觉得挺贴切我，把我心里苦，但是有苦难言，怒不敢言，怒不敢言。那个田小姐，你还是叫妈妈，不是直接拔刀吗？我拔刀拿过来了，已经。你应该放这个，期待我看你敢弄成什么样的。我应该是这个。好的，明白了。好，下一个，当发现对方在别人面前夸你的时候，看过星星遍布的银河。遍布了花海，阴霾散尽是你的笑。我不高调吧，我觉得。高调吗？行。我还行吧。对。那冷先生评价一下。评价他什么？就西西被发现了，跟他本人的性格像。他还挺像，他本人性格还是挺活泼的那种，对。我肯定是不能拿这张图。肯定是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一年呢，要那就这个得了。啊，逃不出我的。但这个不是我，这是反着说的。我逃不出你的手掌心。给他来一句放心的嘛，因为我这个不是霸道总裁。对对。那我要问一下。我们最后剧情其实现在还没有不太类似确定，我们还在有点商量，还有点商量。那我代表广大群众表达，我们是希望看到 happy ending 的啊。那你们听评就另说了。